大家好，我是二蛋啊。今天我又来赶海了，来到这个万米海堤上，看，一直冲到海里去。哇，这边都是那种小海螺苗啊，我贼喜欢。我从来不拿，但是我看上次看见很多人都在拿那海螺苗，我就很难受，但是我也不能说人家。今天我去捡大辣螺什么的，这边地方辣螺什么特别多。走，看这海水多清。不过流好快呀，看水流的速度。这声音真好听。来来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看着藤壶。这一窝。不好弄，我没带工具，卡不手。粘着藤壶。都是啊，哎呀。没发现俺们这边物种还啥都不缺呢哈，以前没发现。那走吧，继续往前走，前面有人穿的比我还快。我去，都是活的。哇，这地方一层小海螺苗，我不拿，你看这个缝里，我手指在这里，能看到吗？然后这里，这也是，这都是嘎了皮啊，一弄，哇，这也是，全是海螺苗。我去，太多了。咱来玩的时候，这种小海螺就没必要抠了哈，给大自然一些，就是咱人类平时祸害大自然很厉害了，大家给大自然一条生路。你看这水底下，这边哎，这边小海螺少。哟哟，大辣螺，慢点啊，这个很容易嘎破手。你不知道为啥我穿白衣服了，好招蜜蜂嘞。你看这小海螺，我抠着这小海螺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伙瞅一瞅。那小海螺，海螺苗，来的时候千万别捡，都这么小，你捡人家干啥？扔了它。哟，这谁家菜刀啊？这是，好家伙，哈，利器。生蚝肉，嘿，菜刀好使啊！看这生蚝肉多肥呀、啊，这是，哼，渤海湾特产，藤壶肉，来呀，嘿，哎，拿这玩意儿赶海走。你藏的真好啊，都看不出你来，让土抱的，让土抱的了，让沙子抱的。咦，带走。遇到凡事不要慌，哎。拍个照片给大家，让大家羡慕一下。哎，羡慕一下。遇到凡事不要慌。来扣不扣？不扣了，扣了。这个呢？只玩大的。这个。遇到凡事不要慌，咦嘿嘿嘿，哎，你看这小海螺真多呀！这儿，这儿，哎呀，这儿，哎呀，还有吗？我再找找别的鸟哈，这真的是辣螺中的王者，这绝对是辣螺中的王者，这么大，这得卖十好几斤了这种的。我就仔细在这水里打吧。我去，刚才居然那边藤壶够多了，你看这一层，妈呀，这是多少啊？全是藤壶，天哪，太厉害了，这次的收不下了，没带工具，
放走你们吧，太多了。哎呀，你看洞里这一干了，全露出来。它干的跟别的中间不一样，还好找。哇，看这个，这遗失的这海螺，不是蜡螺。天啊！一兜子，太猛了。一兜子，太厉害了。看，你看人家多麻利。俺们也不上里头走了，俺们也回去。对呀，外边走吧，也不敢逃了。我给大伙看一下这收获呀，这苍蝇。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，宝刀，屠龙宝刀，看，吃了不少也，那个啥，有点太累了，跟那个大娘比差远了，咱，这期新闻给大家分享这儿了。